为减少车辆和营建工程等噪音，环境部要强化噪音改善计划，但立委踢爆有处理噪音专业的欧益公司，去年四月接下环境部顾问案之后，十月再得标1878万的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采购案，重点是这仪器能不能验收过关，竟然是同一集团的自家人决定。你知道他检测的公司是哪一家吗？不清楚，就是这家凯聚科技公司检测的。欧益公司跟这个凯聚，它根本就是同一家公司，共用网站，是设立的地址也相同，自己的产品给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检测吗？之前不清楚之间的这个关联。得标处理噪音照相仪器的跟最后检测仪器的公司竟是同一家，仔细对比，就连公司的董监事都是同样两人互相挂名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有被少数的业者做垄断？他透过什么家族公司啊，成立好几家公司，从顾问噪音车最后的检测，一条龙式的来承揽。立委更质疑环境部当初的采购合约里到底有没有清楚规定，有没有非常的清楚去把这个采购合约说厂商不能你自己的采购案，然后由你的家族公司来做检测，合约里面没有明确的载明的话，那当然是环境部的疏失，有载明，但是呢放任厂商可以这样做，那也是监督不周。裁判求证旁证都是他的人，你怎么跟我斗？这就是球员兼裁判啊！仪器的比测至少有六家可以做，为何这就是由凯聚来做？环境部的政风处还在吗？还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，或者是在眼皮底下让他过去？我们绝不护短，违法的地方欢迎举发。哦，这个是我身为部长的一个态度。环境部表示，检测案目前还在进行当中，若有任何违法，绝对依法办理。就盼环境部能快查明，别让夸张违法的弊案充斥在政府采购标案里。记者陈荣如、李一璇台北报道。